到我哋第二節啦，今節咧，我哋講啲更加 juicy 嘅嘢，就唔係之前嘅唔 juicy， 而家更加 juicy， 點解咧？就我哋講下金啦，咁樣。我哋點解你最近會愛上咗金咧？係啊，金嗱，因為咁樣嘅其實係唔知點解啦嚇，今年咧即係講緊其實係2021橫跨到而家2022啦，我都係有鋪人中意買實體黃金。哦，我一直都有噶，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好似同我哋女人有關，就我哋女人係零舍愛金嘅，唔知點解。我今日先同我個 PA 講就係、是，其實你快啲買啲銀買啲金啦，買得起金買金啦，買唔起金買銀啦，因為咧有你對住啲金銀咧。你就直頭就覺得好有安全感㗎。啊咁嚴重，即係就市高似叔叔咁樣遊下個金幣。係啊，你好奇妙㗎，係譬如我第一次買第一條銀條，十安士啊，唔係100安士，你知好大嚿㗎嘛，6.5磅，係重到就拎住就3公斤安全感啊！係啊，100安士可以3公斤。就係安全感啦，咁樣好啦，交翻個時間俾你啦。嚇，咁樣其實呢一個信息咧，其實係大約一個月前多啲啦。咁其實我相信大家咧都去查一下黃金係點樣形成咧，係啊，咁或者其實就係以前嘅人煉金術師就係要煉金，其實黃金嘅製成咧係好複雜嘅，同埋咧唔係人類嘅力量或者地球嘅力量係可以做咗出嚟。咁誇張？因為其實如果我照我所知啊嚇。咁因為我化學唔係好高分嘅啫嚇，咁大家可以上網查。據我所知就係咩咧？其實你黃金咧係通常係你超新星爆炸嗰一刻有足夠嘅能量、空間嘅各種條件嘅時候咧，佢先會形成得到。跟住佢就會係向宇宙四散射曬出嚟爆炸啊嘛。跟住之後咩咧？咁就會睇下其他星球嘅形成嘅時候咧，佢就會吸收咗呢啲太空入邊嘅黃金。咁所以其實咧，我收到嘅信息就係咩咧？如果好似我哋地球點解可以引入咁多生命咧？其實因為佢有足夠嘅黃金量。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一個係黃金嘅 meditation， 係即係我自己收嘅信息度教就係咩咧？點將呢一個即係我哋睇星球大戰有一個叫做原力啊嘛，原力係啦。咁我就加一個叫黃金原力咁嘅嘢啦。我理解為係啦。咁就係話點樣將呢種孕育嘅力量同我哋自己嘅身心靈做翻連結嚇，咁、其實都關你豐盛嗰邊事。但係其實咧，物質嘅豐盛咧係只不過好皮毛。即係如果喺我佢嗰度講，佢就咩咧？其實物質嘅豐盛係令到你去到精神嘅豐盛，以至去到靈性嘅豐盛嘅一個道路。所以其實咧，嗱聽清楚啊，物質嘅豐盛咧，反而調翻轉頭。如果喺呢一套嚟講咧，係必經階段。如果你嘅物質一啲都唔豐盛咧，基本上你行唔到後邊嗰橛。係啦。係啊，三樣豐盛佢哋所講緊，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就會建議我啲學生就係話尤其是呢幾年你隨身必定有帶一啲純金，我自己今日都帶咗啲金戒指。係啦。係啊，因為幾甩嘅喎，即係我每次我只要諗就係話呢只。金戒指的頻率，呢種黃金的頻率跟宇宙入邊嘅黃金頻率連結過嚟，咁我就會發現係突然間好 energetic 啦，同埋個人係好 luck， 係啊，咁即係呢啲有機會就再分享啦。咁所以所以黃金呢樣嘢咧，同埋白銀咧，對我哋嚟講都係好重要，係啊。咁因為點解咧？其實黃金係一個生命嘅孕育、智慧嘅孕育，同埋係你靈性成長嘅孕育。所以有啲人覺得就話，你見到黃金貪婪是你的事，不是黃金的錯。但是黃金本身的能量來講，其實是代表一個叫做神聖的太陽、永恆的太陽的力量。即是他們所給我的理解就是什麼呢？但是如果你本身，我都說的，譬如有些人一出生他的性格就比較純真一點的、天真一點的，那有一些就他的環境因素令到他想的複雜一點的，咁成長嗰個因素問題，咁我就話你就要用到第二樣嘢，白銀嘅力量。因為白銀嘅力量咧係咩咧？係淨化，係啦，淨化。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點解有啲人齋用黃金？你逢係越單純嘅人，或者我哋叫做咩咧？一出世到而家越好彩嘅人咧，佢單帶黃金已經好有效果，因為佢好接近本初黃金嗰種純粹能量。但係如果佢有些過去有些業力啊，或者是叫做
有啲唔好嘅業力啦，或者可能有啲負能量嘅話咧，咁你就需要乜嘢咧？你就需要白銀嘅能量嚟做淨化，係啊。咁其實所以黃金同白銀嚟講咧，都好重要。但係呢幾年嚟講咧，因為我哋將會進入咗一個精神嘅大時代，因為我哋要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譬如我哋科學研究都係嘅。如果譬如你想啲小朋友或者人聰明啲咧，佢哋會叫即係而家個順勢療法就係飲納米金啊嘛 ，colloidal silver 有 colloidal gold 噶嘛，納米金係啊，粉紅色嘅。咁咧，你個人就會咩咧？會增加你嘅快樂感啦，同埋佢會令到你嘅腦細胞會更加活躍嘅。咁其實活腦活智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係納米金同納米銀，我屋企都有嘅。係啊，咁我有一期蠢蠢地當可樂咁飲啊！啊，咁又唔打咁即係咁，大家係可以去嘗試一下，係因為納米金唔貴嘅，係啊，即係同納米銀差唔多價啦。其實因為打到係納米分子嗰啲嘅，咁所以其實就呢兩種能量都會。咁你試咗未啫？真係乜嘢？你試咗未啫？試咗你講飲係啊！我飲我試咗，你係個人會 high 爬咗嘅。真㗎？係啊，同埋你唔好臨瞓前飲納米金，你係一朝早瞓醒係啦。反而你臨瞓前你飲少少納米銀，已經有咁嘅產品噶啦，而家有納米納米銀啊嘛，佢都銷售。唔係，呢個知納米銀就知嘅，但係納米金我唔知喺邊買到啊。講完做完節目講啊。係啊，做完節目，因為唔同牌子唔同，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就係我哋日月陰陽嘅能量，係啊。咁其實一個係宇，一個點講咧？一個係人肉，一個係宇宙嘅太陽嘅力量。呢個太陽唔係太陽系嘅力量。是那個宇宙入邊永恆太陽的黃金力量，咁咧白銀咧就係咩咧？係宇宙入邊嘅月亮力量，佢係喺你嘅成長入邊做修正嘅，係啊，咁所以呢個金同銀嘅力量係兩樣嘢，你都要有。咁其實就係話你就會比較順利咁樣開啟到你自己嗰個靈魂精神嘅力量，係啊。咁即係其實一個人咧，如果譬如佢本身個命唔好，或者個種子唔好，佢出生已經係唔好，根本帶唔起金嘅話，其實呢個真係一個業力嚟嘅，你根本你都帶唔到，然後就係、是、you know 咁樣咯。係啊，所以其實嗱，如果你呢度咧就突然間勾起咗我諗起其他嘢，我都想喺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咩咧？確實就係因為而家咧好多人開始。因為其實好明顯就係而家其實新心靈咧係變咗個潮流，係喎、哦，真係一個潮流嚟嘅，係喎、哦，係啊，咁所以咧，而家個個都話自己行緊新心靈嘅，係啦、啊，咁同埋有一班就會係會突然間會有好多靈感啊、直覺啊，或者有預知力啊。我唔係話佢哋嗰啲假啊，聽清楚，佢哋嗰啲係佢個人有嘅，我會覺得係正常嘅，唔出奇嘅，即係多人有咗，但係個純度啊。究竟會唔會有冇嘢干擾？咁所以其實我就會覺得咧，如果譬如你更加，如果你啱啱有功能出啊，或者直覺力啊，提升嗰啲人咧，其實你可以用多啲白銀嘅力量，將佢做個修正。因為我哋冇人知㗎，即個個都覺得好純潔㗎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個咁純潔咧？啊，咁嗰啲大家自己去諗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銀的力量可以令到它淨化這件事，還有呢，我現在真的經常，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變成一個叫做什麼呢，好像城市論壇裡面的主持一樣，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你發不發覺現在很多人是教人家祖先啊、燒衣那些東西，多了很多，是嗎？多了很多，我只認識A君而已，跟著之後不是很多，跟著之後呢就好多人就問啊，邊個咁同我咁講啊？邊個同我講啊？係咪邊係咪真㗎？點解佢講嘅同佢唔同？咁我就係講一句，我差之咩？係啊，咁但我自己調翻轉咁講啦，因為咧，我諗翻我自己嗰陣時有靈感啊，有功能嗰陣時咧，頭一兩年我唔係咁講嘅。咁因為我自己我就會不斷去驗證，究竟嗰啲係我諗多咗啊？咁我嘅預感係可以去到咩程度啊？咁即係我會即係過咗一兩年後，我先會即係我哋叫做潛龍勿用啊！即係你啱啱有個功能嘅時候，你慢慢係要去知道你嗰個功能，去即係其實你好多人，你陰陽眼，你同埋你天眼，你嘅程度都唔同嘅，係啊。咁其實
你要知道自己其實個能力可以去到咩位，同埋一樣嘢就係乜嘢？點解我喺呢度講咧？因為本身有好多人，佢本身出功能嗰陣時咧，佢個心係好純嘅，你明唔明白？咁我唔係之後去攞個功能嚟賺錢變唔純啦，而係咧佢 feel 到有啲人啊，你應該要咁樣做咁樣做，但係即係我嗰個信仰同埋我嗰個相信入邊咧。又冤親債主呢樣嘢，佢係會誤導你嘅。咁所以點解咧？我都話嘅，你能力啊，即係好簡單，你去上烹飪課，個個都話識烹飪，咁個個煮啲嘢係咪都一樣咁好食先？咁如果呢樣係，點解你認為個個話自己有功能，個個嗰啲功能嘅水平係一致咧？即係如果一個突然間彈出嚟話自己有嘅。我不是说他一定差或者一定没有，而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平常人用你的正常逻辑想，他学烹饪学一年，那个已经学了十年，加上是米芝莲三星大厨，合理怀疑米芝莲那个煮说自己煮东西吃，你都是觉得是合理啊。刚刚学了一年那个，那你就真的要吃过知道有没有肚痛，你才知道他那些东西行不行。因为我发觉一件事是什么呢？好多人而家佢會，哎呀！我感應到你身邊有英靈啊，我感應到你個祖先乜乜乜，跟住佢可能有啲唔係收錢嘅，就話啊，不如你去拜神啦，或者做某啲嘢啦咁樣，可能係出於善意嘅。咁同埋可能佢哋嘅角度就係話唔緊要啦，我都叫佢拜神向善，冇錯嘅。咁喺呢一個階段程度嚟講咧，係尚算安全。聽到咗係尚算安全，因為你唔知嗰個人後邊嘅冤親債主係乜嘢彈數，係咧，係啊。但係我而家想講嘅有一個咧係咩咧？係不安全咩意思咧？就係、是、咧有一班人，佢可能出現咗個靈感啊、直覺啊或者功能啊，佢講俾人聽要點樣做嘅時候，但係因為佢有收錢，哦，係啊，係、啊。因為你一有收錢嘅時咧，我哋叫做信財啊，係啊。即係因為你宗教靈界而得到嘅財叫信財，信有冇信啊？係啊，信財難享。咁所以就係話咩咧？嗱，個重點就嚟啦，大家聽清楚啊！呢、這個不安全原因就係話，如果嗰啲人佢話啊，我感覺到你後邊有英靈啊，不如你幫襯我去燒乜嘢啦。但係如果係冇嘅話咧，嗰、那個人本身係冇英靈，或者你講錯咗，唔係佢嘅英靈，係佢向爸爸媽媽。或者是其實是他時運低惹了個 BB， 跟住你話係佢嘅恩靈嘅話咧，呢一樣嘢嚟講，等於我哋好似去法庭打官司啊！你程序上出錯，如果你係賺呢嚿錢信財嚟做呢個角色，你呢個例子你講錯咗，你嗰個結嗰層次表述表錯咗咧，其實係好大業力嘅。但係好多而家新入行做呢樣嘢嘅。人啦、啊、嚇，佢哋冇考慮呢樣嘢，佢會覺得就係、是、啊唔緊要咯，我叫人哋燒嘅向善冇差嘅，係唔係都話人哋有英靈，係唔係都話人哋咁樣？嚇得唔得？梗係唔得啦！當然啦，唔係全部，有部分，即係我覺得大家自己心裏明白啦，即係明白，即係邊個做過呢啲嘢，邊個做過你自己，我喺度話俾你聽，唔好因為眼前嗰少少錢嚟誤你一世或者多世嘅命運。我不是挑戰你們，我是做一個出個好心，就是因為我有緣做一些 case 的時候，或者偶遇一些 case， 那對他靈界的運作呢，即是略知皮毛。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很多人跟我說，喂 Sean， 不如呢你做一個、你做 consultant， 即譬如、你幫人講就話應該要怎樣做怎樣怎樣做、啊、那我就會說一件事，就是我不太想，因為我覺得你要要求那個準程度和那個質素很高，因為如果不是呢，我被人罰停賽呢，得不償失。我真的從一個 cause effective 的個角度去看，所以就是說，還有現在有一些學我的學生或者一些朋友去求助，就是說、啊、不知道為什麼我跟完那個人這樣做不好、啊或者那個人怎樣怎樣的時候，我經常都說一件事，那你做那一刻你有你的責任去認清那件事，那個人是不是你值得信任的嘛，你不要就是賴在對方身上。還有就是說一件事，我就建議了一個簡單的方法。我這裡講這個方法出來，我是
純粹令到大家安心嘅啫，係啊，而係一個建議嘅啫，而係即係我嗰時我哋建議就話，阿 A、B、C 都叫做做過啲嘢，咁我唔知邊個真邊個假，咁老實講，我亦都冇資格做呢個裁判位啊，咁我就話我就教佢乜嘢咧？唔緊要，你去城隍廟，即係如果你個宗教係我哋普遍嘅民間信仰，你去城隍廟，你喺城隍面前你跪喺度，係啊，將成件事講翻曬出嚟，即係不論係咩事都好。你請他做個判斷，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如果你跪得在城隍面前這樣去，我們叫做開個叫做民間訴訟法庭，靈界的民間訴訟法庭，你都會被審判的，如果你自己不是一個好人，你不要跪下去這樣做，你明白？因為呢，有即我有時真的沒辦法，我經常都說的，我其實我挺不喜歡有些我都不識的，或者是我有些我熟的朋友就說，哎呀阿 Sean 你看看這個人怎樣，他什麼什麼，我話各有因果，第一樣嘢佢唔信嘅，你點解要做呢啲雞仔末人？同埋你唔好以為呢啲純粹人情，你係可以攞到功德啊！你呢一個嚟講，你會牽涉咗喺佢嘅業力度嘅。跟住嚇係嘅咩？咁樣咁，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點解唔係啊？喂，如果因為你問咗佢，佢有改善，咁佢嘅冤親債主會當係係朋友定敵人咧？係咪啊？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我根本我唔係做呢塊嘅嘛，即係等於咁講，喂，我有能力醫人，同埋我可唔可以做醫生醫人係兩回事嚟噶嘛，我都冇呢個牌，係啊，香港政府會捉我噶嘛，無限醫。咁調翻轉，你呢一方面嚟講，你做一個靈界或者靈性嘅 consultation， 你揾翻一啲真係佢哋係攞證牌嘅啦，即係老天爺有俾個牌佢咯，你即係你可以觀察嘅行為，佢嘅用心嗰樣嘢。因為我自己老實講啦，喺呢度我所知見到咁多前輩，你做風水好、八字好，呢啲靈界事務都好啦，全部帶唔到落下一代嘅，因為呢啲係社會服務靈嚟嘅。哦，對，你諗下，即係你幾時會見到有公職人員會有發達嘅？你明唔明白？因為你係幫唔同宗教嘅高靈。其實是宣揚他的事念嘛，正確嚟講，咁佢頂籠係會俾你就係話，哦，你做得你有個好日子過啦，好生活啦，係啦，冇錯。咁所以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喺呢度提出呢樣嘢，我係想奉勸一啲已入行或者啱啱入行嘅朋友，如果你做相關嘅服務咧，你真係要對你自己嗰個言行負責。因為它衍生出來的後果呢是遠超你想像的，因為其實我自己啊，即分享就是我譬如我剛才咪後我都說過啊，近期我即見到一個河北大姐啊，這樣啦，那他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他說有一個年輕仔，即我先假設這個河北大姐很有料，說話全部對先啦，他都說的他本身做新審人，他本身是富豪命，有三至六億的身家的一世，但就因為他做了嫁娘，佢條命就冇咗啦，咁少呢條富豪嘅命就冇咗啦，即係佢嘅運就俾人哋轉移咗啦。哦，咁大家認為你抵唔抵咧？即係如果你係真係純粹靈性修行無條件咁去做一個咁嘅奉獻，我除起你。但係如果你係因為金錢啊，或者你有私心啊，係啦，有私心嘅話，我會覺得就係、是、認真諗諗，認真諗諗，即係我想講啲，純粹係一種苦，用心良苦，係啊，因為嚟緊我都會相信係呢個風氣會嚟越盛行，因為好多人真係透過佢拜祭祖先啦，或者係適當咁去拜神啦，咁其實佢嗰個實質情況係改善得好緊要。佢係指教人嗰、那個啊，定係俾佢教嗰啲啊？俾佢教嗰啲，同埋你教嗰、那個，如果佢係如法如理咁教嘅話，佢都應該會好嘅。佢都會賺到 points 嘅，即係賺到個功德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咩咧？即係有啲踩界位啊，係啊，即係我哋人會覺得冇事，但係我話俾你聽，天知地知，所有高靈都知，係啊，因為係很多時咧，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話，當嗰個懲罰要嚟嘅時候咧，真係唔好話我啊，
冇人受得起啊！好高嘅高人都未必幫到你，係好高嘅高人都未必幫到你。你知道我哋網台界咧都多鬼故聽噶嘛？係啊。咁我曾經我就唔會講個詳細俾你聽噶啦，咁樣。我咪後問啊。係啦，我聽過一啲即係啲人撞到邪嗰啲咧，哇！真係好勁抽噶，即係可以係你揾好多高人，佢就係、是、我就係唔會放過佢，就唔放過佢。真人真事，唔係故事嚟嘅。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亂噏，冇咁亂噏嘢，唔好亂咁即係去靈界係唔講得少噶咯。係啊，同埋咧，佢哋而家咧，即係可能我比較落後啦嚇、啊。即係而家佢哋有一啲叫做咧，我聽聞啊，因為俾人睇，即係因為我自己個 Facebook 係得個星雲嘅，即係乜都冇嘅。咁有啲人同我講又話，而家哋有興一啲咩咧，叫做共同風水。你知唔知佢哋有個 concept 係啊？係啊，共同風水，即係你講緊係社會資源共享啦。佢哋而家係有個 concept 就係乜嘢咧？大家去租一個地方，跟住喺嗰度咧，每個人一齊擺個風水陣，跟住一齊共享。咁就係有啲人就會問我啊，咁樣好唔好得唔得啦？咁我首先講一句嘅嗱。不要 put me on the table 啊！咁但係我自己憑我自己，我哋唔會做啲咁嘢咯。正常係邏輯，好簡單嗰句，你講一間屋大家一齊共住，譬如好似而家疫情咁，十個人入邊，如果其中一個人有 covid， 你認為其他人會有 covid 咧？如果你十個人一齊話租笪地方一齊，因為屋企唔擺風水，一齊喺嗰度擺風水，其實我自己從理性角度諗咧。運氣低嗰啲有著數，運氣高嗰啲冇著數，因為你同一齊擺嘅時候咧，我就淨係講佢能量嗰、那個，大家拉翻個平均數咧。如果你本身運高，你咁樣擺咧，其實你會俾其他人抌低你。即係其實係咩意思？即係一班人，譬如有五六個咁樣，就屋企唔俾擺風水咧，即係屋企就基督徒咁樣。係。咁而家我哋一齊租個地方，就喺呢度擺風水嚟射翻個自己屋企咁樣。係啦，但係可能咧。那個地方那間屋可能它的八財星位可能是有一百個八粒石春那些那就有一百個名字咯那因為呢一樣嘢點解我咁樣喺度講咧？因為嗱，當然啦，我唔係想影響人哋嘅生意，但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唔值得啦。我真係出心係好嘅，不論係幫人做那個或者你去俾錢做那個，如果那件事真係結果是兩者都不好的我不如冒一個險，做個醜人，提一提呢條出嚟，係啊。咁但係我嘅初心係想同大家去講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之前咧有啲師傅幫人哋係類似好似種新機咁嘅嘢，種新機，種新機或者衣冠重啊，衣冠重都聽過，係啦。咁咧，種新機，種植嘅種啊，係啦。咁跟住，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一樣術咧，係不嬲響嗰個法科或者即係。道法入邊有，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同一個穴位落好多個人。咁好簡單一樣嘢，我問大家：如果一副棺材瞓五個人，大家意下如何咧？我嗱有時我真係我唔明嘅，即係等於就話，如果一個棺材瞓五個人，你覺得唔 OK？ 咁點解一個穴位你瞓咁多個人，你覺得 OK？ 即係佢哋唔會大家穴位係嗰啲。即落土嗰啲哦，好啦，咁就再衍生新言啦。嗱，我呢個我冇下定論噶，個定論你哋自己去下。就係話你同一間屋入邊，你同廿個三九唔識七嘅人一齊共住，你會覺得你自己如何咧？即係七十二房客咁樣咧？即係你嗱，因為點解你本身擺風水，你就係想有 extra 嘅好嘅 energy 啊嘛？係咯，係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係共用嘅喎。冇咁煩啦！你買隻金戒指，買嚿金，買嚿銀，擺喺牀下底，擺喺枕頭底，咪算咯。唔係，我想講一樣嘢，我唔係一個絕對，但係我會覺得對呢一個 concept 我會有懷疑。嗱，如果已經從事，即係已經有參與呢啲活動嘅咧，大家歡迎。如果咧一年過後，你自己嘅遭遇好啊唔好咧，可以分享嘅，即係咁樣先科學精神啊嘛，亦都公道啊嘛。但係我如果我自己用我嘅 concept， 我就係覺得咩咧？你哋個能量連結咗，我唔會咁做，我絕對唔會咁做。係啊，你個能量連結咗，咁所以就係有時啲嘢就係咩嘢咧？喂，大佬，唔通真係出咗事先講句唔好意思咩？唔好意思都冇咯喎，有時你明唔明白？即係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創新係好事嚟嘅，但係創新嘅過程咧，你不斷係要去做修正，
咁同埋有啲嘢咧，即係好簡單咁，叫我實都講一句，你夠未試過死啦，唔使試死一次先知道咩叫死嘅。係啊，即係明嘅呢啲老生常談嘅道理。其實如果有件事你聽落已經覺得奇奇怪怪咧，就唔好參與就算啦。即係譬如我聽你講嚇，呢、這個共同風水或者眾生機或者你咩一齊分一個穴位，呢、這個聽落已經好奇怪啦。我唔會做呢個實驗咯。咁如果大家做咗嘅話，不妨喺度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做咗之後咧，你個家運啊、屋企各樣嘅財運啊、健康運有冇好咗咁樣？唔係，即係既然你為咗科研已經作出咗你嘅付出嘅時候咧，咁不如貢獻你嘅經驗嚟令到呢樣可以改進咯，係啊。咁所以2022年咧，我覺得係一個突破年啊，因為最尾就係講啦，因為咧，如果你哋有聽過就話今年嘅飛星盤咧係五黃入翻中嘅，即係我哋叫做係去翻嗰個天地個復人盤，而啱啱撞正今年係老虎年，因為咧我哋正月係人月啊嘛，所以老虎咧係代表開端嘅。哦，咁所以咧，你乘翻咧每十二年一個生肖老虎循環一次十二年，而你九每逢九年咧，個五黃必定入翻中嘅，佢哋嘅 LCM 係幾多？大約84年啦嚇。咁所以嚟講咧，係咪啊？唔係喎，九二一十八，九一得九一零八啊。所以咧，其實咧，今年嚟講係一個新嘅開端。咁所以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八二定律啊。通常啲人講股票啊嘛，我今年我嘅流年風水我就會講呢樣嘢，八二定律咩意思咧？八成人係會大縮水嘅，有兩成人咧會急速彈起，而呢個彈起咩叫大縮水 ？In what way 啊？不論係你嗰個財富啦，哇大劑喎、你嘅運氣啦，大質位嘅位嚟噶嘛，係啊。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呢度苦口婆心同大家講咧？因為呢啲關鍵位，如果你贏到2022年咧，你唔係就係贏一年啊，有機會係贏嚟緊嗰十年，因為你行一個循環九年啊嘛。咁所以點解我就喺呢度，我甘願冒個風險做一個醜人講頭先嘅説話，因為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啊？我就唔會 take 呢個 risk 咯，係啊，即係我唔知道，可能大家比我勇敢，就係咁咯。除咗呢個財富之外咧，仲有咩會大縮水啊？其實國運啦，因為我哋成日即係都講一樣嘢噶啦，運氣例如係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即係其實講就係每三十年其實佢哋就會轉啦。咁其實啲三十啊、六十啊、七十二啊、一零八啊，呢啲都係一啲周期位嚟嘅，因為我哋天干每十年一個循環，地支每十二年一個循環，咁所以嚟講係去到呢一啲咁嘅關鍵位咧。咁其實咧，佢就會出現一個大變化。咁同埋好得意嘅，因為我哋而家嚟講個風氣就係玄學神秘學而家開始流行啊嘛。咁如果多人地收到個信息嘅時候咧，其實佢嘅時間就會出現某程度嘅時間差。因為點解咧？如果喺我嘅相信就係咩咧？其實嗰條數係業力啊，即係所以我成日講笑嘅，即係有啲人聽到譬如某個預言家話嚟緊世界好亂。可能 let's say 可能話長洲安全咁樣計啦，或者澳洲安全啦，我哋講澳洲安全嘅。咁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嘅，如果你個業力係喺呢一次大清洗嘅時候係要唔存在嘅，就算你俾你辛辛苦苦冇航班冇船，你游水過到澳洲，我都講一句啦，你游上岸可能都俾你袋鼠踢死啦。你知唔知個必治標同治本嘅分別就係、是、個本係喺你嗰、那個你嗰、那個。你的能量數據和能量頻率那裡出事，即如果我們沒有去宗教化就說你的能量頻率出事，它會是 trace 到你的嘛，好像 GPS 那樣。是的，其實如果 你是要經歷那些東西的話，你換一個地方，那就每個地運會可能不同了的，但你的主運都是這樣的嘛，要受的就是要受的啦。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我搭飛機呢，我搭飛機之前呢，我一定臨上機呢，我一定周圍走的，我看看周圍的旅客嗰啲樣，同埋咩咧？我會定神集中，會唔會有啲黑色影人士好多企喺度？如果有，我就真係唔上飛機。未試過係咪啊？蘇花，我見過有一次見過一兩位，但你話如果一兩位係唔會導致到成班機出事嘅，但你話即係佢可能係佢可能
三個月至半年內的時間到啦，咁所以係 follow 佢嘅啫。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講一樣嘢，任何嘢係一個大數據，因為你而家係地球村咧個人嘅流動咧係非常流動嘅，所以而家嚟講咧係你話好難玩又得，你話好好玩又得，係啊。即係譬如我哋有時俾個 advice 話，你唔同地區，譬如你係香港人，但係你移民去泰國，你移民去英國，喂，咁可能有唔同嘅高齡就會係比較恰當啲，或者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咯，即係時地人咯，任何嘢都係時地人咯，係啊，咁樣。Amazing！ 好啦，我哋眨下眼咧，今日咧呢個一個鐘頭嘅節目，好似你覺得一個鐘頭好似十五分鐘咁樣？冇辦法啦。由我初初開始拍呢個相聚一刻到而家，我都有呢個感覺，就係、是。唔知咧一個鐘頭咧，好似廿分鐘咁就過咗啊！咁啊，非常之多謝 Sean 啦！今日咧含金量超曬標嚇，仲要係免費咁樣接受訪問，同大家講咁多嘢。OK， 有咩嘢可以 sell 下？快啲做個廣告先啦，你 sell 下2022年我自己有個新突破咯，即係我可能會係做一啲叫做將精油本身已經有能量噶啦。好，我攞先，你繼續講。係啦，咁我會就係會將一啲可能濃嘅能量啦。或者其他宇宙或者地球好嘅能量係同一啲精油再做一個 crossover 咯，咁希望就俾咗個驚喜大家咯。係啦，我今日咧收到呢個小禮物嘅，咁樣呢個就由阿 Sean 嚇老人家親自配嘅。老人家親自配嘅，你講下呢個咩嘢？哦，呢一隻就係、是、主要會用玫瑰、乳香同埋其他個精油去混合埋一齊，我哋平時用嘅，因為其實咧。其實天然的精油是很好的，因為它本身是代表自然界一種純粹的能量。如果其實我們做一些再一些能量啟動或者能量加成，它們查在人的不同的一些穴位脈門，它就會令到整個人的能量場是活化了和加強了。是啊，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理解為好運了、啊、財運好了、啊、靚女了、啊、這樣。你還有開班的是吧？都有嘅，係咯，聽過你好多班。如果大家有咩班想嚇、啊、想睇下 Sean 有咩班開啊，可以嚇、啊、上下堂嘅話咧，就揾邊個？其實你喺網上邊，你打 Sean 同埋龍能量或者 Sean 課 Sean Wong 課程都應該揾到嘅。我就咁打 Sean Wong 課程。嗱 ，Sean 咧係 S 嗰個 Sean 啊 ，S-E-A-N 嗰個啊 ，W-O-N-G Sean Wong 課程咁樣。咁啊想嚇睇下呢個精油嚇啱啱你嘅話，就揾阿 Sean 啦。好多謝阿 Sean 今日咁。含金量高的分享，多謝。好，我哋講拜拜啦。啊，而家我哋應該就嚟過年噶啦，節目出街嗰時候，我哋咪應該可以預先祝大家，祝大家咩好呢？金盆洗手咁樣，咁又唔好再做衰嘢。祝大家喺首先就真係身體健康先啦，因為而家 Covid 係啦，身體健康。咁另外一樣嘢，我就真係希望大家就係話，我哋咁難得喺呢個時代誕生咧。即係除了我哋嘅肉身豐盛之外，希望你的靈魂豐盛，令到你未來世都係繼續咁好嘅。嗯，好啦，咁我就祝大家呢個咧，煎堆碌碌，金銀滿屋，買車買田又買屋。OK， 好，拜拜。